英雄联盟2019 MSI 季中赛小组赛已经进行到第三天，随着今年最后一场 IG 对 PVB 的比赛， IG 凭借着羊水战术横扫 PVB 收获六连胜，赛后 PVB 队员集体自闭，甚至忘记了握手。那么本场比赛后，国外 Reddit 论坛又有什么评论呢？今天的 IG 在比赛中就像这个图一样，暗示 IG 假装断腿，没想到国外也知道 IG 断腿的梗，以胜利取乐，补刀。我们觉得 IG 就当他们是菜鸡，各种乱锤。但确实 Zero 是真的菜，各种空技能。嘲讽人马被皇子大招框到，这么近的距离都被人马躲掉各种技能，快点把奖杯给 IG， 这也我们还能阻止下他们继续虐杀其他队伍。还真是 IG 对于其他战队的实力也太不公平了，哈哈。快乐游戏真心为 PVB 难受啊，想太多了吧兄弟。 IG 有 S 赛冠军，可不是决赛就掉链子那种。我不同意，格里芬就是个被吹过头的垃圾队，连国际赛都没资格去的那种。 IG 去年可是赢下 S 赛冠军，随便提一下击败 KT 哦。